六点对我来说，它是真正的有点情感的绑架，是蛮多无奈的。怎么了？你的感情也在一夜中吗？寻找中。好官腔的答案哦。好，不要的 pose 没问题，我们 Hit Star 全能艺人，什么 pose 都可以。好了吗？都 OK， 好，谢谢。当然，现在你看你手边，什么不管哪一个电视台转来转去，哇，主持人都是你。我只是稍微就是曝光率最近多一点点这样。还要在音乐上面的成绩也要很好哦。对，会继续努力。我每一年都有固定的那个音乐的露出啦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啊，其实现在这个快速串流的平台跟时代，不一定要出到完成的专辑，因为有的时候啊，可能那个 MV 也拍不了十首，因为我们不姓周。那除了音乐的部分嘛，因为综艺的部分也获得大家非常大的好评。那综艺就是投入就可以就好玩这样。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在里面就是很积极在经营一间店的感觉，没想到哦，有更多层面要去顾到，比方说摄影机在拍啊，要怎么样跟想法不同的人讲话啊，这都是很需要去学习的这样。最近有网友就说你好像应该是说被批评说。好像有一点霸凌幼婷的感觉，你自己会不会觉得蛮无奈的？确实会有一点无奈啦，因为我的心态是觉得大家就是经营一间店，我的观念没有我是长辈或是我是后辈，完全没有，我就是大家是伙伴。有的时候就是讲话会，其实已经思考很多了，那要怎么样去不去伤害到人，但是又把问题当下点出来，这是我在这里面一直在学的东西。这样，有没有很火大？没有，怎么会火大？看你回了，我现在修养很好。那你那天怎么会想说要？其实最主要是有一些比较不理性的，就是还原真相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本来这个综艺我带着心情就是，不管是说什么实话，只要是为了目标好，我觉得我都不应该要去讲。不然这个节目会很无聊，然后就会有人觉得应该要，老实说，那留言对我来说才是真正的有点情感的绑架。对，因为好像我是一个老人，就应该要怎么样包容。那其实我觉得大家在做一个合伙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，不应该是有辈分，而是都把对方当作很有经验的人来看待。不然我觉得我如果反向操作，我觉得真的亦步亦趋的去经营的话，也许你会被说啊，你会不会把人家当成一个误会。所以我其实也蛮两难的，是蛮多无奈的，但也不会去觉得这是一个需要一直去发酵的事情。没事啊，大家乖。那个 YT 账号是吗？是我啊，我一向都是以真人在留言的。还是你想要我说哦，没有那个被盗。所以后来你们还有联络吗？有啦，群主都在呀、啊。那你要这么公布一下，你多么委屈吗？没有什么委屈的、啊。怎么了？我知道。你今天是颁奖典礼还是要开心？搞到什么道歉大会？开心。访问功力以及眼线，你的感情也在一夜中吗？寻找中。好官腔的答案哦。